是要安慰大家，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常常介绍是从很胖的人变成很瘦的人，这只会让胖的人感觉更沮丧而已，就是别人都变瘦了。我在干嘛？所以我们今天要安慰大家，就是我们要介绍是本来很瘦，就现在变很胖的。今天很尴尬哎，很难继续聊下去，因为他出来就哎。啊，怎么变这样？不会啊，他们愿意来康熙，就表示他们很愿意面对这件事情。哦，好吧。然后现在在我跟谢依霖的对面呢，我们有八个人形立牌，这八个人形立牌就是这八位人士在美好的时候，身形比较瘦的情况下。你确定这时候美好吗？我看起来只觉得有点光怪陆离。对啊，平均。就在三年左右胖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哈。那今天我们邀请的各位明星们自己也有一些切身之痛，欢迎各位明星们。卢学瑞，你到底要怎么样？就是你上次来的时候不是很 OK 吗？我们只说你下半身不要再穿浅色了。有，我今天穿深色啊。可是你上半身又跟上次不一样吗？最近又过得比较好啊，又从上次之后。不过谢依霖他厉害的地方是他的脸始终很好看。对，因为他不胖脸，他幸运的是他。所以这样很好啊，你就去拍特写就好了。可是我不是主播，所以就他下面还是会被看到。对，尤其走在路上的时候。对啊，对大家，因为我身高又 高，对，所以大家一开始注意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区块很大只，有的时候比较厚一点。哎，这张有点像哈笑远呢。多少的时候？这是113。哎，你113看不太出来，113。对啊，他个子高啊。对，他脸是永远都是尖的啊，好难想象哦。而且他也戴了墨镜啊，挡掉了一半。哦，这是谁？哪里？这是我。哪一个？左边那个？右边的？左边那个很像棒球选手那个。107，这个没有100，没有了，因为侧边呢，我侧边都跟人家正面是一样的了。我觉得他现在走在路上，并不会被人家认为是胖子，顶多觉得大腿很粗。不要穿浅色裤子就好。有，我现在已经都黑，对啊，黑到一个。你站起来我看一下，对，害羞，不会觉得。好像跟小珍姐姐还好吧，小珍姐跟小珍姐一样，那小珍姐上半身跟有点像啊，我觉得她的里头穿的比较像胡小珍穿的衣服，对，就上半身很像小珍姐的。对，你干嘛穿胡小珍的衣服？不是，因为这边一定要遮一下啊。陶希平大哥最近有新节目，对，恭喜。听说是一个户外的节目，对，户外，然后要配合那位艺人圆梦，然后大概可能会上山下海这样。真的，你吃得消？有一点点累，旁边还有两位小朋友。我觉得你出去走走，心情一定会很好啊。会很好，然后我三天当中我可以认识一个艺人，我才知道他的真面目是什么。哇，哦，你们干嘛要认识别人在一起啊？因为每天要在一起啊。你为什么要认识别人的真面目？没有啊，那我在节目里面就可以在康熙讲了，说，哎，我是艺人假料。他现在录两集就多了一个仇人了，你看他那个。真的是。那我就录个假面目，然后我就跟康熙来接他们的底，我就写个小本子，然后写给大家看。谢谢。我说那些艺人很假。谢谢。可是你有没有你本来很讨厌的，你相处过后觉得他其实人很好，是你误会他了？有可能，然后有些艺人我也欢迎，就是他们说，哎，那如果说，哎，包伟明来，你会不会欢迎？然后潘若迪来，我说欢迎啊，包伟明来30年的恩怨大家讲清楚嘛。是啊。然后潘若迪来，我也烧两个紫雅铃给他。紫雅铃，紫雅铃很有梗，对不对？你说紫雅铃吧，很好笑。哎，我烧个紫浴缸给他也可以啊，洗澡啊，对啊，对不对？很好啊。我是觉得，如果今天是做节目是为了电视台的好，我觉得我愿意去做一些努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心胸。因为坦白讲，我们都57岁，人生那个路不知道还能走几年。对对对，57岁还能走？你跟他讲，走几年？我们还走几年？没事啦，康永哥在，康永哥在，我们就要在，对不对？你在，我们就要走过这，我很怕你。干嘛牵拖？哎，所以你今天超级有资格来这边的，因为你曾经体重最高峰的时候到108，哇，108，可是你也是高个子啊。你看，你看，我吃的那个还在吃。胖子还在，可你看起来不开心哎。但是这个时候我50岁了，哦，7年前也该了啦。所以你其实不太能够原谅明星大概30岁以下竟然会胖，对不对？我不能接受哎。所以你们看到我们这些胖的，就想说你们真的我不能接受。包括现在跟我做节目的那个小女生，她是歌唱比赛出来，对，她每天她在吃便当，我说便当放下，不要吃了。她说我不胖啊，我胖。我说那是不胖吗？那什么叫胖？可是出外景很容易饿吧？对，没有，我是会希望他们说你们那么年轻。是。我说你们是想 hold 一段时间嘛？嗯，像 Kid 我是最不能接受的。
我2014年，所以今天我们邀的这些八位来宾也都是年轻人呢。我都不能接受啊，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很瘦啊。是。然后你看 Kid 是2014年，我跟他去录综艺班很大，他那时候多瘦啊！2014年10月，到2015年我见到他，1月见到他，他已经胖很多了。到现在见到他，已经胖到20公斤了。可是他就幸福肥啊！我那叫幸福肥，丑死了，丑八怪嘞，丑八怪，丑死了。还以为你觉得好看吗？还以为你觉得他这样好看吗？曹希平，对我而言 ，Kid 永远是好看啊。你是太太、啊？没有啊，就是因为我觉得 Kid 就是曹希平，你知道 Kid 说，他虽然需要减肥，可是他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去游泳。那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会偷看他。我偷看他干嘛？就有可能我是游在前面的时候，你会在后面游，然后从后面看我的。蛋蛋，我看你的蛋干什么？你蛋蛋有大到泳衣包不住吗？不是，他太好笑了。哎、欸，我们家是我爸爸是那个泌尿科，每天在割包，你看多了割包皮，我看他不要看来看你的，丑、啊、八怪丑死了，丑蛋蛋。对、啊。好不好？他有真的拉你去游泳啊？没有，他就是问我说要不要去减肥，叫我不要就是去打篮球，那种会碰撞的那种运动。他说不然你就是游泳。你现在撞到脸了吧、嗯？对，现在就撞到脸了。我刚讲，刚在后台好笑，他说他的脸书蓝勾勾都出不来，然后他送证件送来送去，然后都不给他，说他不是艺人，就他说我就跟他放了一张他跟 Kid 的照片，结果人家就给他蓝勾勾嘞。你靠着 Kid 得到 Facebook 的蓝勾勾，他超骄傲的。你怎么这样子啊？你这个太太。因为他说可以申请嘛，那后来他因为我比较老派，所以是 Kid 在照你。对啊。他教我怎么申请，申请第一次不过，后来他说你要提供你是艺人的什么什么证明。我就提供一张我跟他这样 Jimmy 这样的照片、啊。你跟 Kid 的合照算是你在演艺圈的证明。你看我这个讲的多好，而且我出道才十几年呢。比前辈不晓得几十年，出道大概30年了，我以为。对啊，20几年，但因为我在想，我认识的人里面有蓝勾勾，你认识的人里面最有名的是 Kid 吗？不是，但是因为蓝勾勾不要也罢吧，对吧？那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他会说他不相信我是何宇文，或是觉得我不够知名度？他要我提供一个，以后只要 PO 跟 Kid 合照，Facebook 都给他黑叉叉。黑叉叉是什么？黑色中为了 Kid 创的拒绝往来。今天来是因为你胖过吗？我就怀孕的时候刚生完，怀孕的真的不算。对啊，我生完之后其实有再复胖，然后瘦得非常慢。OK， 然后之前来。时候也有被我们今天的来宾应该没有人是因为怀孕，他们没有怀孕吗？这两个没有吗？哦，他们有人因为胖了以后被以为是孕妇，然后被让座，这个这样也蛮好的，蛮羞辱发生。好，所以呢，就他们现在胖了以后，就人生有一些改变，可是会怀念他们当年受欢迎的时候的美好时光。对啊，可不知道他们现在一定有别的乐趣支撑他们呢？就比方说吃很饱，放开吃了就可以放开吃。所以那个史内普教授，史内普拜托啊，我宽姐啊，我跟后面那些是同一国的。所以你说宽姐胖了？不是啊，我觉得很好啊，对不对？我花那么多钱才吃那么胖，为什么要瘦下来呢？史内普教授，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来宾了，欢迎第一位来宾嘛，对不对？罐头嘛，要讲清楚。你找哪去啊？你找你要讲清楚嘛，对不对？罐头嘛。罐头可以啊，忘记了。来，小心啊，不要赖浩哲先生。欢迎你好，你好。赖先生，你的原来的版本在右下角。哦，哇，哪一个？第一个，最靠近卢学瑞的这个。差很多。当时是172公分，70公斤。对。可是那时候你那个打扮看起来不是生活中的打扮哦，因为我是学剧场，那个是演出的时候去定妆。我哥是不是有跟你一起演过戏？你有来看过我演戏？你好。对。啊，你还好吧？你还这样呢？你就这样戏路更广，肚子会痛会吗？看得出来他的五官瘦的时候是帅的，对，他是蛮深邃的嘛，五官蛮深邃。可以请教一下你现在几岁吗？26岁啊，现在26岁啊，我看起来很老，超老的，你看起来是，他会显老，而且感觉有小孩了，对，因为主要是他站的体态看起来是一个已经中年，你这可以说吗？对，要说，要习惯说，谁答应你可以手撑在后腰？要说，
因为我这里没有，而且谁站久了这样好好酸了、喔，这不是孕妇产后的问题。你是今天故意要让大家看到你胖很多，所以才故意穿成？对，你在找什么？来了，这个好用了。他说他站得很酸嘛。哦，我看我的腰带，你大概都系不起来嘞。可是你不是号称这个没有洗过吗？他那个很臭，他那个很臭啊，他没有洗过。你要加加绑，这不能洗吗？没有，我想看他到底是腰带。如果扣得起来的话，可以啊。这是 L size 的，这是干嘛？这是支撑，这是支撑腰的。好浪漫哦，不行吗？好浪漫的一个画面。刚刚是铁达尼号吗？好浪漫的话，别忘记把手睁开了。我想说，我平常都用 L 的吧，那我想习惯。你刚刚他几乎要绑上，你再试一次。一二三，你叫吗？你叫，不行了。You jump， 不是，我还要很用力这样一直这样子。赖浩哲，舞台剧演员这么胖，方便演舞台剧吗？我就觉得他就是很宽的路，还要这样，就是可以穿一些玩偶装，完全撑得起来那样。可是，万一要翻打叠扑，不是会比较不方便？我可以侧翻，你可以侧翻，对，你现在还可以吗？哎，你不要勉强啊！很灵活哎，闪到腰，你要闪到是不是？闪到了吗？没有。其实舞台剧还蛮喜欢这种型的，比较容易看得到，因为对它的整个台，而且儿童剧什么要求习惯，它表情也会比较容易。所以你是因为儿童剧喜欢你而变这样吗？就是你应该现在都走儿童剧那个，还是走舞台劇？因为实验剧场已经塞不进去了，所以我都在两厅院。对啦，要尽量大，就是比较小，就是大家看的时候比较小的我。可是你是花多久时间变成这样？半年，因为我瘦也很快，所以胖的时候就很容易。哎，你看这照片，好帅哦，这比 Kid 还帅哎，这根本就韩国，哎，这个比韩国明星嘛，这太帅了，这很讨喜耶。对啊，所以当时有受到什么样的优待吗？就是比方说有人爱你啊，或什么。哦，瘦下来爱我是不知道，是我发胖的时候，别人才告诉我说他喜欢瘦的我。哦，哎呦，这是怎么样？哇，蛮有自信的。干嘛啦？这个就是帮别人拍的那个平面照。所以平面照要卖什么东西？那时候也卖胖了耶，已经胖了，他就叫我准备胖跟瘦。然后这个是胖的时候，有人找我去当他的 model 做艺术作品。欢迎你来好节目。欢迎。金刚狼自信心满满，当场遭蝎灵吐槽。那观众，你现在有下一位吗？有下一位，他是 Stanman。我跟他聊一下哦。金刚狼，我刚刚讲的是真的吧？就是女生约你看碟或者吃东西，只要是不敢管你共处一室，接下来就会走到那一步，对不对？对。那吃胖就算了，不要说谎。对。真的，现在还说谎？对啊。所以你是花花公子嘛？对吧？是一个爱说谎的胖子。爱说谎的胖子。我们看一下金刚狼现在长什么样子，欢迎他。我觉得你现在比较帅耶。那观众，你现在有下一位吗？有下一位，他已经 stand by 了。我跟他聊一下。好，请问你几岁？29。那个你是几年内变成比较胖？5年。所以慢慢是一步一步胖的，还是在某一段时间忽然胖？慢慢耕耘的。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有受伤，另外一个是因为工作。哦，是心受伤还是身体受伤？有时候是失恋啊。他是身体受伤，那应该是类固醇。你现在变胖的程度是会让当年认识你的人认不出来的吗？就还是认得出来，因为我以前长得蛮个性的。自己这样讲，金刚狼啊，哪一个？应该是。请问你是金刚狼先生吗？是。你就是那一个传说中女生只要跟你共处半小时就会发生关系的那个吗？真的吗？哎，今天等一下，康永哥，今天不是吹牛大会，那个。他是金刚狼讲的，真的吗？可是金刚狼，你现在给我这个照片，我真的发生什么关系？是发生断绝的关系吧？是什么关系？你讲清楚。金刚狼，你我刚刚讲的是真的吧？就是女生约你看碟或者吃东西，只要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接下来就会走到那一步，对不对？对，但是没有半小时那么快，半小时太快了。可是哎，我们金刚狼，我们讲的不是同一个女生，是说任何一个女生都会掉入你的陷阱啊。没有任何啦，就是我约的。就
去他家就会有，只要你约就会成就对了，就逃不过。哇，那你就吃胖就算了，不要说谎。对，真的，真爱说谎。对啊，算是一个花花公子嘛，对吧？算是一个爱说谎的胖子。爱说谎的胖子，他既然叫做金刚狼，因为当年有人称赞他很像电影中的金刚狼，是不是？这个照片，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可能有说服力啊。你当年被人家称赞像电影中的金刚狼吗？对，因为我有病症。毛多的关系，那我也叫金刚狼喽。对啊，变。所以鬓角是钓女生很好的一个武器，是不是？看起来比较有性格吧。好了，你看这个照片有没有帅帅？没有，没有，没有，有不觉得？没有，没有，就是一般普通了，就是很普通。半个小时想跟他发生关系，那半个小时肯定吃了什么。而且看他格子衬衫，那个很不 OK 哎，那很老气哎。对啊，他头发，他现在还空气刘海哎。可是好，这张照片怎么样？不行啊，右边那个，左边的比较帅。对啊，右边才是金刚狼啊。有右边的更不行，好不好？不行，不行。哎，他就是右边那个。因为你那时候是篮球队吗？有练系篮。OK， 好吧，好吧，那可能他打篮球运动员，他打的时候可能他在打动态上是帅，对，我们静态看一下就不行，说服不了我。当时的金刚狼70公斤，现在是5年之后嘛，那我们看一下他现在如何哈。我有70公斤。好了，我们看一下金刚狼现在长什么样子，欢迎他。我觉得你现在比较帅一点。你现在应该还是可以对女生花言巧语啊。你适合胖哎。对啊，你比较适合胖。就对啊，这个平均值中间会比较好。那个发生的事情，我认为你现在并不会被女生常常打枪才对。对啊。嗯，是不是比较没自信，就变了以后会比较没自信。我觉得比这时候好哎，他现在看起来是很那个时候就看起来很像吸毒啊，就有凹陷很邪恶。我觉得金刚狼现在完全可以开一个烧烤店了，对对对，而且他现在日式料理，有关东煮，他是干净的。你去冲绳，你去冲绳卖烧烤很适合哎，真的吗？对啊，答案是安慰你的。你现在觉得孤寂哦，就是没有女朋友。嗯，一来是工作啊，二来也会因为身材关系。所以你是在从事？也是做电视的。所以你跟他讲你是富二代，大家都相信。对。他看起来很像有跑车的。他看起来就很像有跑车。哎，你戴这个，你戴个墨镜，然后去东区说“我有跑车，我有跑车”，马上就有一堆女朋友了。快说，我有。来，你讲看。你说我有跑车。我有跑车，妹妹，我有跑车。帅啊，不晕，真的帅，帅啊，可以啦。请教一下，现在几公斤？103。哎呦，来来来，放歌放歌，音乐，准备下音乐老师。手举起来，这应该好像比刚刚那个好一点。枪，你干嘛闭眼睛，金刚狼？我去，成功了。哦，对，他等下跟我们讲那个。他在那一方面的表现变差的，真的假的？哇，你讲那么细啊！好赤裸，因为你要说变胖会变短呢，是不光是不光是这样子，他是抱怨说他变胖之后他就比较快，在那个时关键的时刻他会没有办法完成那个，为什么无法完成任务啊？想听哦，我也不知道，等一下我们请教他好了，欢迎金刚狼。怎么会聊到这里？怎么聊到这里来啊？怎么聊到这里？不是你刚一聊，我们都好有心理说，对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可是因为我们刚才聊这时候，赖浩哲也点头，所以可能是真的。所以赖浩哲，你也有那方面的困扰了吗？就是有时候会找不到宝贝。拼呀！那你变太小。不是因为上厕所的时候就必须要探出头有没有对准的啊？洗澡翻了很久，翻了很久。就还好，就说或是看这样子。不是，你可以拿手去捞啊！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要撑肚子没有啦，就是还是要看一下。好，对啦，所以你要这样抓，这样摊开。OK， 摊到。哇，你们真的是石教授，是罐头里有人吗？有人了，可以了。Hello， 你在吗？嗨。
嗨，你好。哦，女生。好甜美的声音。请问是 Wendy 吗？对。哦 ，Wendy， 我们现在看到你的看板写着53公斤，那个是多久以前的事情？5年前的时候。所以你也是5年才变成比较胖，还是你是突然就变胖？哦，我是2年内胖了26公斤。是怀孕吗？啊，没有啦。怀孕很见不得人。对啊，就怀孕没有怀孕。所以是怎么了？因为交了男朋友，幸福肥，对，就毫无节制的狂吃，狂客啊，对，狂吃，然后又加上护理实习呀，然后压力很大，又熬夜做报告，然后就边做报告边吃。那男朋友还在吗？还不在，不在了啊。啊、是过世还是、没有啦，分手啦。太夸张了，他可能因为过世他心情不好就狂吃啦。请问他分手是因为你的身材改变了吗？不是耶，是因为感情变淡。好，那我们欢迎他出来。好，欢迎他哦，期待哦，期待哦。来，小心哦，有阶梯哦，要小心阶梯哦，小心慢慢走。你刚毕业对，感觉有生三胎的感觉。那可以，还没有生啊？还没有啦。还没有生啊？还没有。毕业。你现在20几？22。22而已。对。22岁。22岁。看不出来吗？所以真的不要那个。可能打扮的关系。他那个照片是可爱的。对，还是要跟小珍姐借衣服。你说你是2年内？对，胖了26公斤。然后就一直停留在现在的这个状态。对对对，回不去了。还是可以啦，容易回得去啊。运动没有，我跟你讲，你22岁，你说你回不去，我减肥的事是50几岁哎。对，所以你愿意的话，其实应该还蛮容易的。除非有一些刺激吧。所以你说如果有男生追你说你，请你回到53公斤，我就跟你在一起。除非我很喜欢，不然我不鸟他。继续。金刚，如果是金刚王跟你这样讲，哦，才不要、啊。金刚王，我们刚才夸奖他，我们刚才已经夸奖他了。车哎，不要了，不要了，他又跑掉了。我们刚才夸奖他很有魅力，你不觉得吗？我喜欢斯文型的，信心好不容易重建，斯文型。那赖浩哲也算是斯文型的，还 OK 啦。哦，可以哦。可是如果赖浩哲追你的话，你会说你们两个必须一起变瘦吗？可能我们会一起变胖吧。OK， 又要放歌了。就要围吗？要围吗？哎，围不住啊！不是这里啊，它算是你的腰吗？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往上一点，还要再上去吗？量到屁股了，到屁股，它可以了，也是紧，也是很紧哎，扣起来，它也是蛮紧的，可以哦。其实我有穿瘦身衣啊，它里面还有穿瘦身衣，干嘛？你现在还在？你这样，你还跟我说，我没有，他里面还穿。对啊，我正想讲说，你看他里面穿的还蛮性感的，隐隐不是，看他里面还穿瘦身衣，超性感的，这是马甲。对啊，类似那种的。穿一套的吗？他穿一整套啊。等一下再问他怎么变胖的哈。好，谢谢你，请坐。谢谢啊。走后面，来要讲了，要讲了。昔日模特身形，来宾大喊变通高。请问你是？啊，我是 David。哇，这个 baby 壮的，这个很期待。baby， 我们现场这个身材很好啊。我们现场放的你一张照片是显示身材的，所以那时候你为什么会拍这样的照片？是只是刚好去游泳，还是说超瘦？那时候刚好就是有参加那个模特的选拔。哇，模特！那我们看他现在吧。没有，哪里有胖啊？这个主题的吧，他是来炫耀的。对呀、啊。扛起来吧！请问罐头里面下一位在了吗 ？Hello， 在了。请问你的名字是？我是 Wayne。Wayne， Wayne， 你在秀的时候是做什么的？半工半读的学生。OK， 那当时有很多艳遇吗？可能瘦的时候看起来会比较难相处一点。哦。对，所以。基本上都是熟了之后才会有感觉的。你现在变胖的原因是什么？我应该只能怪我女朋友了吧？哦，是现在还在一起的吗？
还在，还在，他在外面，就是一起发福的情侣啦。还在外面，他现在还跟你是维持情侣关系。是的，是的，他女朋友很瘦哎，维持这么好、啊。喂，你的女朋友很漂亮哎。所以，有笑的，就是可以。喂，是你的女朋友希望把你变胖以后比较她有安全感的意思吗？第一年就是慢慢有点微胖的时候。他就是会觉得说，哎，这样有比较安全感，不会有别的女生就想要接近我。对对，可是胖到现在，他基本上每天都会骂太胖。啊，那就叫他管住你的饮食不行吗？一到晚上，两个人又饿了，然后又买了。好，宵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啊。我们看一下Wayne现在。好，欢迎Wayne呢，欢迎呢。这感觉很色，这个人，这看起来很色，看不出来他几岁，色眯眯，比较像车夫。我是35，有没有35岁？没有，啊，这啊，28，30吗？27，27，看不出来。你很怀念你当初那个瘦的时候吗？有啊，其实在，因为现在在公司，我主管就很喜欢拿我的瘦的照片，然后就是宣传任何事情。你怎么追到这个女朋友的？那时候是 Facebook 上认识的。你去主持人家、啊、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这是个意外，这是意外。他那时候就加我，嗯，然后他加你，他主他加你，这个是这个，所以这是意外。因为我就问他说你干嘛加我，他说我加错了，就这样，怎么可能？他是真的加错，他真的加错了。然后大概隔一个礼拜会加错，因为你按那个钮常常不小心按到加，那可以按再就按取消嘛。对啊，按取消就好了。可是这种手快的人会立刻接受你邀请，然后又不好意思，对，他说接你赶快就加，接受他要取消之前他就按确认，好快。可是就算按错的话也不一定要在一起，对。然后后来再隔一个礼拜之后，那我就发现他生日只跟我差一天，然后就从这个话题聊起来。烂故事，生日差一天也这种烂招也使得用。要追一个漂亮的，什么招都要出啊！等一下，金刚狼会跟我们讲说胖了以后那个方面的表现变差的事情。其实不会，不要硬而已啊！不要硬，不要吹牛，有自信啊！真的，很多人都觉得胖了其实会变小，但其实不是，它里面还在的。所以要不是不是翻，不是翻吗？就是就好像一棵树，它原本是就长这样，然后但是主人可能心血来潮把土填高了，哦，所以不是不见，只是看不到，对，要去就我还要挖土才能看到，就稍微往下压一下，每次都是在挖土，土拨鼠为什么要挖土？对啊，手势都出来了，这什么？你的电话形象已经是色情的，什么话题？形象的太好了，啊，恭喜你女朋友很漂亮，欢迎你，请坐。你想吃？你去哪里？你过来啊！我还没帮你量一下嘞。罐头里下一位在吗？来啊，在。你好，请问你是？我是 David。哇，这个 David 壮的嘞，这个很期待。David， 我们现场这个身材很好啊。我们现场放的你一张照片是显示身材的，所以那时候你为什么会拍这样的照片？是只是刚好去游泳，还是说超瘦？那时候刚好就是有参加那个模特的选拔。哇，模特。结果选上了没？只有进最后前十强，没成功就开始变胖吗？那时候一方面也是就放弃，就开始吃，然后就觉得死不我语。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感情有受挫吧。那你现在是什么身份？现在的话是那个餐厅的厨师跟店长。厨师，难怪啊，吃嘛，厨师跟店长也很好啊，试菜嘛。期待。那我们看到这个模特选拔的你是几年前啊？那个是2-3年前的照片。那很近啊，很近啊，两。好，那我们看他现在吧。欢迎啊，欢迎他。来啊，小心阶梯啊，要小心。你好，哪有胖啊？来电当道的。够高啊。上错主题了吧？这他是来，他是来炫耀的。对啊，对啊，在哪里胖？因为他以前183、170是偏瘦，你现在多少？你现在是差不多。我现在90，那可以的。为什么看起来没什么？他这是壮，因为他有你有练，就是我是硬胖子啊，其实。你拿起来一定有腹肌，所以我真的没。对面那些是软胖子咯。他们就是比较真的比较蓬松一点，蓬松蓬松一点，蓬松。你有看到海口哲那个脸？你们坐就坐，不用戴安全带啊，不用戴安全带。我觉得他还是帅的，你已经在减了。就是最近可能也是压力大，我就是胖瘦很快。所以这个照片是你
这个是两三年，哎，这个吗？这个是三月的，胖的时候。所以你现在又瘦一点，就是又再瘦一点。所以你是想要回到模特之路吗？就是朋友一直在，就是会没事就说，哎，你是第几届第几届，然后就会觉得，哎呦，你看这个，哎呦，哎呦，恶心哦，哎呦，全裸，你都露鸟，你说人家恶心？我不知道这个是曹大哥要抱的吗？哎呦，哎，曹大哥，量一下，这个需要吗？有，你不能，哎，有的想抱，有时候人看也不一定准了，对不对？哎呀，曹大哥，要手举起来，哎，他可以，对。还是有一点嘞，哎，我觉得还是很勉强，有一点勉强。他看起来一点都不会撑不包不住，可是却有点紧，有一点紧，有点。他肉好像很硬哦。所以你刚刚讲他有90，是真的有90。是，你看，拉掉是吗？马上咔就出来了，你看。所以抱他会比较开心吗？他比较结实一点。感情进去了，没有，我是纯粹看到腰围到底。欢迎你，你要从曹大哥后面过去了，从后面了，欢迎，棒 ，baby， 棒，大 baby。请问下一位在罐头里的是什么名字 ？Hello， 大家好，我叫导导，导导。看到你的立牌是164公分，52公斤，哎，那是多久以前？3-4年前。所以这3-4年当中，你胖起来是因为？因为前男友劈腿哦，怒吃。那你有在谈别的恋爱吗？有啊，所以变胖并不影响你谈恋爱，对不对？因为现在这一任也是之前的男朋友，就复合。对，以前瘦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那他你胖了之后，他还是接受你？对，这个是真爱。对，导导，你是说你跟一个劈腿的分了之后，你再去跟前面的男友复合啊？对。哇，他也是很角色，就是很角色，是很角色。而且他外表比以前更胖，但是人家还是一样喜欢他。所以你的前任男友没有抱怨说怎么跟他当年认识的导导变胖了吗？没有，哎，他只是一看到我，就是很久没见面啊，一看到我就说你怎么会变那么胖？可是还是要跟你在一起。对，已经长达多久了？2年。哎，那真爱，对不对？好，我们让导导去。来，欢迎导导。小心了，这个阶梯。大大你好。骨瘦如柴直骗人，如今体重倍数增加。罐头里面的是我们剩下的是彼得卷吗？是。Hello， 大家好。你177公分，67公斤的时候是中学生吗？当时是高二，高二。那你现在是？现在130。130公斤，今天是最重的吧？欢迎他，130公斤，130个了，欢迎他了，看一下，完结比啊，还有哇，有了，这不是同一位。的确跟当年有不太一样啦，可是还是可爱的女生，有点落差吧，好像也不能算胖，哎，所以现在几公斤？算壮，78，没有，他是下半身，我觉得他看起来没有78，他上半身蛮瘦的，他这个大概65啦，没那么瘦，70啦，78。你有在得意你把前男友给抓回来这件事吗？是他抓我。对，可是你很厉害，就是他还是爱你。对啊。所以当年分手跟他分手是因为跟前男友。他太累。啊？他说他太累。太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要读书又工作，然后还要顾到我，就没办法。你现在几岁？21。啊，那么小。天哪，那么年轻。今天没有一个人超过30岁的。他21，他感情生活倒是蛮丰富的。对啊，他已经跟这2年了，所以这个是19岁哦，所以是跟初恋复合。对，但你初恋没有的时候，初恋没有18，那未满18了嘛？他是16岁时候初恋，然后中间遇到一个劈腿男，然后现在19岁又跟初恋那个在一起到21。导导你好麻烦，你好复杂。你哪来的魅力啊？很可爱，不要这样子，也不能说哪来。好厉害，过人之处了。所以你现在根本没有动机要减肥啊，你就过得很好。可是他还是叫我减肥啊，只是希望我瘦一点啊。
他有规定一年以内要瘦，不然就甩了你了。就比他瘦。他多重？他63。但他有跟你说，如果你没瘦到63，要干嘛吗？没有啦，是没有。你觉得金刚狼怎么样？你讲马上停起来，你讲就停。眼睛太小了。去打枪。那个还不错。那个浩哲怎么样？还不错。哇，他接两票的。杀伤力。后面那个粉红背心的 David， 你觉得怎么样？眼睛也太小，不是很大眼睛。OK， 我们他的眼睛最大。你觉得卢学睿？卢学睿啊，很帅。谢谢。还对的，他喜欢你这种斯文。早早欢迎你哈，来从他后面过去，从这边的要注意你。现在罐头里面是哪一位？Hello， 我是孟维新。孟维新是你本名吗？还是艺名？就是网络上的名字。孟维新先生，听说你就是那个在店里面遇到陌生的贵妇，决定要包养你的人。哦，对，我就是瘦的时候，还蛮多人就追求，就是同时间大概有3-4个，对。同时间有3-4个人追你，大概3-4个同时告白这样子。告白很厉害，女生告白很多啊。对哦 ，OK， 男女生都有啊，这种就真的是帅的啦。男女生都有花美男。我们看到他照片了啦，然后他说告白的对象是男生跟女生都有。同时，他看起来就同时的。对对啊。所以你当时那个打扮是你平常就会的打扮，还是特殊为了什么活动而打扮？穿那个格子毛衣，然后里面不穿，戴了一顶帽子的。那个是去跟朋友去喝下午茶。喝下午茶的这样打扮，就是去中山区那边喝下午茶。你不是艺人，为什么要这样打扮？人家一般人也可以这样打扮了，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不敢穿。他有露胸肌耶。他就说有肌给他露啊。想说那个野餐风啊，这样子。野餐风。孟维新，你当时是想要当艺人吗？以前啦，就是大概10几岁的时候，我会想要当歌手。哎，这张拳击手套的很帅，就有点像莫少聪哎。所以耀威，请问你等下走出来的时候，我们还认出来是孟维新吗？会像服尸的孟维新啊？服尸啊？服，服尸？你是说从太平洋东岸泡过水的是不是？不可能吧？哎，这样太肿了，不可能吧？这个我还蛮期待的，这个我很期待，因为他照片到底会肿成什么程度？我们蛮好奇的，欢迎。照片是花美男的。哇塞！真的，这真的有差哎。差好多，真的有差蛮多的。你怎么会的？你那个照片有修过吗？瘦的时候完全现在不是同一个人，那个气质也我觉得不是同一个人，对，气质也不像同一个。你看这同一个人吗？不是同一个人啊，这差太远了吧？现在几公斤？我现在90。OK。还好啊，今天有很多超过100的。对啊，希望你觉得还好。欢迎你啊，孟维新，请坐。孟维新丑到跟这个完全不想聊。对，你干嘛讲我那么现实啊？我很想聊，他走太快了。罐头里面的是我们剩下的是彼得卷吗？是 ，Hello， 大家好。彼得卷。什么叫做彼得卷呢？我是彼得卷，就是 Peter Chan。Peter Chan。是卷是卷。是陈彼得先生是不是？是我的彼得圈，彼得圈就好了嘛。对，彼得圈什么？彼得圈 ，Peter Chan。Hello， 你177公分、67公斤的时候是中学生吗？当时是高二的时候。那你现在是？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了。刚毕业，新鲜人。刚毕业，对对对。你现在几公斤？现在130公斤。130公斤，两倍。今天最重的，今天是最重的吧 ？Peter Chan， 你多快变成130？几年内变成130？大概2年多。两年怎么那么快变成130？就吃很多就可以变很快。两年内发生了什么事啊？干嘛吃那么多？没有发生什么事，因为其实我本来以前从小就是胖到大，然后胖到高中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那时候电视很流行那种减肥，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到减肥这件事情，所以我只是做减肥，只是想我有一个我想达到减肥这件事情。对对对，然后后来。因为后来减肥到有点病态之后，就一直追求那个体重计上的数字，然后就越来越不快乐。然后过了几次大餐之后，就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就是委屈自己，就是能吃就吃，能吃就是。所以67公斤的时候不开心，
当时就是可能会为了，譬如说要参加同学会，你就会一天整天都不吃，或者只吃一颗苹果之类，你就开始会专注那个数字，就是你觉得还可以再更瘦嘛？所以你现在开心吗？很开心啊，现在很开心。所以你宁可当一个开心的胖子，也不要当一个不快乐的。对，因为其实当胖子也可以，就是享受瘦子的那个感觉。怎么享受？好，就是用。一些软体或者自拍啊，修图了，不用修图，只要找到对的角度，完美的角度，你就可以呈现最完美的。完美的，你这样讲也是对啦。你等下有本事就用那个角度出场啊。但是要二 D 平面的才可以，三 D 就没有办法。三 D 没办法。史内普，我们要欢迎他啊！欢迎他，我想看130个啦，欢迎他啦，看一下，感谢你啊！还有，这不是同一位。稍微 ，Peter， 你还叫 Peter Chan 吗？我叫 Peter Chan。好，教一下什么角度是好的角度。就是，那我示范。现场自拍啊，自拍给我们看。那我示范你有多厉害，来。他好专业，把它拿出来。就是第一个就是要选对软体。那因为那软体里面有很多的特效，然后像有一个说 B6 什么二的那个，它里面有很多，它最推荐就是一个叫 Alone 的，就是单身的意思。然后像这样。你给我嘟嘴！你给我嘟嘴！你有嘟嘴！你有嘟嘴！我没有嘟嘴！你哥在干嘛？我没有嘟嘴！你嘟嘴！没有嘟嘴！你给我嘟嘴！怎么表情？他是就违章，因为你要你刚像胖子，没有不是因为胖子，你要其实要违章，或是你要大笑，就是才可以拉起来，拉到下巴。看一下刚刚那张有没有嘟嘴？哦，这个才叫做违章，刚刚真的是嘟嘴。看看。是吗？那再推一下。我是追求不推的啦。我看到这张不会认为是瘦的，可是我认为一定这个人一定有搞鬼，真的。没有，我都不推的。少推。不行，看你要奸臣。奸臣？那是有这个。可是他刚刚的确有把嘴巴张开、撑开那个。对，确实这样拍照确实瘦很多。所以各位同学都知道这一招吗？不知道。拍照一定会把嘴巴打开的，举手。其实你看到。David 会，然后导导也会，嗯。你没有拿去交友软体上骗？没有。皮特先，欢迎你，请坐。欢迎皮特先，欢迎。请问你们八位正在减肥是谁？三位，哪一位是被当成是怀孕了，然后被让座的？我。所以你不绑塑身衣的时候会被认为是怀孕？对啊，对啊，那时候就是搭火车，然后就拿一堆东西嘛，然后就一个年轻的男生就说：“给你坐，给你坐。”我心里就想说：“啊，如果说我不是孕妇，这样也太丢脸了吧？”我就这样子，谢谢。要演也是顺势而为啦，对，他也是显得对方下不了。对，大家都好，对，这样讲蛮好的。你们有谁是立志要回到你们旁边那个人形立牌的那么瘦的阶段的？金刚狼应该想吧 ，David 应该想吧。对，我觉得其实蛮想，就是在挑战看看。我觉得你们八位是应该是没有一个点。那个点如果触及到你的内心的时候，你就会想减肥了。对，我觉得是要有一个点，就是像你那时候是因为呼吸不过来了。我呼吸不过来，还有加上我觉得我如果突然往生的话，也没人知道我死在泰国，也没人知道。哎呦，他还没体会到呼吸不过来这件事。但是我有最难过，是因为我看到我以前的照片，对，我觉得哇，我以前年轻这么帅，我是偶像，我怎么可以让我自己胖成这样子？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平常是在哭的。我自己是在哭的，因为我想说，我瘦不下来，我回去演艺圈干什么？那看到一个肥子，或是看到一个胖老爸上，人家谁要看啊？没人要看嘛，对不对？我现在已经瘦下来，我才50公斤，好不好？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有个点？我就是有个点啊 ，Kid 就是我的点啊。你要想 Kid 吧？卢学有个点，你要脱了嘛？对，你觉得舞台要脱了，所以你年底之前要弄好。对，还有124天。你可以拍给我们看，那时候你真的脱下来，我会找大家来看。我觉得他会成功啦，因为时间这个时间还蛮恰当。我觉得如果你有件事情，如果他们八位如果有件事情他们有压力的话，我跟他们会去执行这个。我们应该康熙说，下一集我们看到你希望你几公斤。这个他们就会很想。如果你们瘦到人形立牌那个体重的时候，而且康熙还在做的话，我们就请你们回来。好，谢谢你们今天来玩。